家好，我是 SNH48 Team S2 的成员温金杰。又是新的一年总选了，能够和大家一起并肩走过这么多日子，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在我心里，我们已经从单纯的粉丝和偶像，变成了不可分割的想要依靠撒娇的亲人一样的关系。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虽然有时候我有一点点任性，但是你们也选择包容我。虽然我不是最好的，可是你们却冥冥之中还是选择喜欢我，支持我。你们跟着我吃了很多苦吧，但是我真的很爱很爱你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经过3年的沉淀，我想通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以前的我错了，我太悲观了，我总是觉得总选是带给你们的负担，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觉得人生能够为梦想和目标去奋力拼搏的日子真的不多了，趁着我们还有一腔热血，为什么不迎难而上呢？我觉得你们也是一样的，如果还没有试过，为什么就知道自己不可以呢？第4年了，我真的很需要很需要很需要一个肯定。这次的目标是圈内，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吧。谢谢。